Hello， 大家好，你想把叉车的铅酸电池改成锂电池可以吗？看完这个视频您就知道了。介绍一下，我们是中国合力叉车越南销售公司，专业改装铅酸电池改锂电池叉车。我们的磷酸铁锂电池有高级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，用于控制和监电动车辆的电池状态，其主要功能包括充电控制、放电保护、温度保护、电压保护，所以总结出来铅酸电池是100%可以改成锂电池叉车。越南客户需要锂电池请联系我，谢谢。